国防部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举办全国高中职校一队竞赛，并于会中安排抽枪示范，以及播放各校加紧练习营音画面，让这项活动未演先轰动。其实国防部每年都会针对我们的青年学子办理各式各样的全民国防活动。那么一队竞赛在今年来讲，51所学校参加，可以说盛况空前。那我们也希望透由这样一个青年学子可以接触国防事务的机会，激起大家的荣誉心啊，那也要训练大家坚持到底的决心、毅力跟勇气。所以我觉得在可以参加这项活动，对青年学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学习。